等一下的话，我们第四个动作就是 dive push up， 像潜水式的或者俯冲式的俯卧撑。这动作一样，屁股先翘高没关系，然后我们上半身下去，然后变平，然后再推起来。这个很不错哎。然后回来。我觉得那影片拍摄有骚扰到，太舒服了，骚到了。你看这很快。哎，我要有，没有，我要推一下，推一下，好，你要推一下。所以这个主要用到肌群是，主要的话会练习到我们三角肌跟胸部肌群，所以这个肩膀跟胸肌都会练习到。OK， 还有背后的我们，哎，哦，我已经不太清楚，你想呛教练，呛教练。那再说一次，练习到肌群，就我们肩部肌群，然后包括说肩膀外侧，然后跟后侧，我们三头肌的部分，还有胸肌。好，然后背部肌群有慢慢稳定，所以背部肌群你要记得时时刻刻维持住。那女生的话，我们可以建议说用倾斜式的，所以手的部分的话，我会建议说手可以靠在这上面，那我们以这样子为支撑点，两只手腕的距离大概跟肩膀一样宽，然后把身体往下放，然后再起来，肚子要轻一点 ，OK， 然后头对，轻松 ，OK 吗？他脚要这么近吗？可以，一，好，可以，然后再加，我不行啊！再来，再来，撑着，加油，撑着，加油，教练！耶！好起来！意志力！好 ，OK， 休息一下，陪你啊，我陪你好不好？看一下我后面什么东西，看一下你后面什么，看有没有什么。看后面有粉刺，有多痛！我脱下来被侮辱了。对对 ，dive 下去 ，dive， 七，很好，然后不，三，哇，六，感觉头痛，七，我陪你了，我陪你了。哇！肥老板，我脱可以。我操！他只脱衣服可以。他只脱衣服可以。你只脱衣服，你只是因为热吧？我操！哇！海浪！哇！海浪！完了！我要重启！我操！哇！完了！有人坏掉了！坏掉！不要伸展姿势啊！今天这部会不会是告别式？拉到是不是？先拉一下。所以你看，教练要不要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做这种动作要注意哪些，是不是要放松？跟我一样。注意，那前面一定要热身啊，因为这动作比较进阶。我们前面是几个动作了？三个动作，然后是第四个动作。对 ，OK， 热身要做好。那刚刚老板就中途绕跑，没有？对，一般的就好。所以我坐在这里。你好，那我脚要离开哦，确定吗？我很重哦，老板。哇！有哎、欸，哦，好美哦！等一下，这个，天啊，是哎、欸，我很重吗？是，帅。哎、欸，教练，教练不行。第五个动作，高抬腿蹲，或是我们俗称的保加利亚蹲。保加利亚。那比较简单的方式是我们先呈跪姿，轻轻的跪着，然后跪在这上面，站在上面，然后我们脚这边是垂直的，中间是垂直，呈现90度，然后这边的话。后脚大腿跟上半身也呈这样垂直，重心的话，我们尽量放在我们骨盆这地方，不要放在膝盖或是放在前面太多。嗯，好。但是只要膝盖很痛的话，可以稍微把重心移到前面一点点，把上半身往前倾一点点。嗯，那我们就起来，然后慢慢的放下去，碰到之后再起来。那假如说等一下会不稳的话，我们小心这边玻璃。好，那首先先扶着，然后靠着之后，然后轻轻往下碰着，点到就好了，然后不要往下的话，怕你们穿这个玻璃破掉。Okay. 扶好之后，然后我们再起来，一，然后下去，二，真扶着就简单很多。这脚板会痛哎、欸？有可能。脚板哦、啊。对啊。前面还是后面？后面。后面。哦，等一下。下脚。这个脸是酸。不要演了啦，继续啊。不能酸。啊哦、oh, ，我的腰会酸呢、欸，这样做错，有点这样做，但你的确会有点歪斜，就，哇，那个声音是 ，OK， 好，哇，结果当时两下，那个玻璃小心哦、喔，那玻璃，它是亚克力，它是。
加油！啊，干！等一下要抽筋了。怎么？真的这样啊？真的，我脚底毛抽筋。这影片可以播吗？我要播出去啊！连那个年轻小伙老板怎么做两下都抽筋了？我真的不行，要抽筋。给你，我的想法，教练这组做完，我们就做下一个动作。开始偷懒了。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做。没有，我会教灌把这段进行。九，好，最后一个。十 ，OK， 对。来，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下一个，灌你不能剪掉。有始有终，有始有终。我们才不是会中途放弃的团队呢。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做。你看他脑袋开始爆心经了。是，大笑笑。OK， 开始爆心经。没有，阅文都出来了。干扰不了我的。啊！学会了吗？屁股托起。十个。他开始在跟自己对话。他开始在跟自己对话。十一，不要自己鼓励自己。十二。12.5。好，教练。最后一个动作讲不出话了，简单的啊，因为今天那个上半身操得蛮凶的嘛，因为划船的动作很多啊，你们拉的动作很多，对，所以我们也在特别训练一下拉的动作。OK， 那其实船上都有一些绳子嘛，没错，每艘船都有了，每一艘船都有。这边的话，绳子帮我握着两端，然后平的，我操，然后绕一圈，哦，绑住自己，再绕一圈，两圈，对，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是锁定住的，扎实的。OK， 那我们身体的话越往前倾。对，越往斜的话，这是越累。Okay. 那假如说真的不行的话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一下记得是手肘，轻轻的往身体两边带，然后回来。女生的话就帮我做这动作，拉背。然后男生的话就稍微尽量到底。OK， 到底，到最喜欢到底。听起来怪怪的。那记得这边固定一点很重要，我建议说固定稍微上面一点点会比较好一些，不是，然后打个交叉。好，打交叉之后，然后再把它扣定。扣住。这个动作这个不错，就拿个绳子动作。对。一，我操。二。三，五，四，他背部有凹槽，五，这样背肌很夹，六，这可以夹手，这可以拿那个竹筷。八，这我行不行啊？哎，这你行不行？老板自告奋勇哦。哎，这根会不会断掉？你们穿了保险吗？有保险。我就说风把它吹断。好，背。什么怕被老板的飓风？到底讲到一开始都很帅哦。我操。然后两下，哎，我背。哎，少过来帮我一下。可以对吧？对，哎，看天空比较好做。对，三、四，给他跑，六、七，恭喜他！好，这样，对，毕业！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哎，那看天空真的不错，知道吗？这个就转移一点注意力，转一点。然后你的动作可能会比较标准，身体会比较呈现放松的姿势啦，因为你颈部一出力的时候，你反而抑制掉背部肌肉。欢迎拍一个看天空。你要顾及我的形象哎。就可以就长这样。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15.8哦。OK， good， 好，下课。好啦，那今天六个动作我们都做完了。该教练头痛的时候，你要给我们评分。好来，要凭良心。哎，我这里很紧张哎。客观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给老板作证。好，公平。其实好啦，我先讲，因为毕竟男女生嘛，真的是男女有别啦。那男女有别的情况下，我觉得综合我今天考量，我其实包含动作的完整性嘛，然后还有完成度啦，我要公布喽。快一点啦！好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那好凉哦！完整度是他真的高，冠以帽做个特效。
好爽啊！现在其实真的动作完整度来说，真的是女生比较高。那但包括今天设定的动作难度的话，其实女生当然偏简单一点，因为女生的肌力就真的比男生差一些些啦。所以我就设计比较简单。那她的话，因为自己本身在运动嘛，然后体重又比较轻，所以在做自身体重的动作的确会比较轻松。你的话可能是因为你的好太胖一点啊。当然还有包括说可能肌肉比较紧啊。那我们在做单边动作的时候，其实肌肉的活动度跟延展性很重要。OK， 所以没事的话，当然就多做我们刚刚肩的动作当做训练是很好的。OK， 好，那要公布惩�罚了吗？好，来吧，我们等一下5分钟的连续就是波比跳。基本上的话，150下竞速，理论上来说五分钟内应该是可以完成了。够了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对，四、五、六、三，超累耶。好，我要休息了。但真的要注意一下，只要一般人不要这样跳。对，一般人是不能这样跳的。对对对，一般人假如说没有运动习惯的话，这样跳其实蛮危险的。建议还是要有教练在，然后评估你的身体状况之后再进行这样的训练。那我们讲一下啊。我的卡在抽屉第二层。好，我知道密码是什么，密码是什么，可以先告诉我吗？80081。我三十。好了，继续。好，三六哦，三六哦。啊！要怎么做？哦，三七四九。啊 ！Last go！ Yeah！ OK， good。谢谢教练，我以后不会再找你来了。好好好 ，OK OK， 谢谢。好，再碰。其实刚刚他还真的一般人，五分钟真的50下左右，50下到100下之内是 OK 的。厉害吗？只要没运动习惯，这样 OK 的。真的。但他是篮球员。教练现在有点紧张。对啊，刚刚把我们操成这样。听说生蚝本身不太会游泳，操他妈的波比，对不对？没错。OK， 哇！哇，这一边就到这里了。走吗？走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爽，我觉得好爽哦。大哥，他也是干，他的脸是干。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OK， Betty， 要不要分享一下今天精实的一天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整组运动对我来说都 easy peasy 啊。我操，你们做的太悠哉了。毕竟优胜者是我嘛。我们要跳波比跳哦。OK OK。练到现在有什么想心得吗？我觉得真的练健康的教练有点刷子，有点刷子。我以为我学长只是随便开一间，我真的有认真在做。你以为他练才吗？指控靠北哦。一般人看他这小白猪，谁会相信他们？真的不信。他真的有东西。有东西啊，他蛮多东西的、啊。有东西，有东西。